我每天回家都跟我太太说，我不想演了，我不想演了，我不想演，不想演，不想演。所以是想继续拼做人吗？三点一四。29号中午，苹果新闻网读者在北市中心医院把蓝正龙一家四口给嘎嚓了，而且还捕获周又廷圆圆的肚子难斗。我没有，黑啦，没礼貌，不要穿得松一点就说人家怀孕好吗？周又廷已经做好复出拍戏的准备，体重啊跟产前一样，只有44公斤，腰是爆炸瘦。因为女儿小篮球满5岁上大班，必须打疫苗，当天才会出现在医院。快4岁的儿子蓝小弟则交给蓝正龙 carry。因为小孩子真的成长很快，我现在还蛮喜欢一打二的感觉。为了不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他们坚持自己带小孩，连保姆都没找。小时目前6年的周又廷推掉不少金钟剧，只好派出蓝正龙主攻了。我希望他去拍戏啊，因为他是比我更久没有演戏，而且我觉得他是比我喜欢演戏。娱乐动新闻，帮他拉一下广告。他 free 了，可以找他演戏。报道。